我们现在做了一点小小的功夫，然后啊，我们简单的排了一个话剧，就是社区的这边简单的排了一个话剧，然后就要在这里做一个表演。首先呢，先跟委员介绍，我们社区的蚊子24小时通通都有蚊子，蚊子分成三班制。大夜班、小夜班，还有长日班。白天的时候呢，求借时间必洗。我们社区有小黑蚊，小黑蚊它其实不是蚊子。小黑蚊跟蚊子唯一的共同点就是，它只有母的会吸人血。那小黑蚊呢，它是叫做台湾蛱蜢，在还没吸血之前，这样小小只的像一个点。它吸了血之后，就这样一只红红的。所以呢，小黑蚊是一个很严重的骚扰性昆虫，那在我们社区里面也很多。那白天的时候，就会有小黑蚊在社区里面滋扰我们的群众，然后小黑蚊上。